亚洲商务研究生课程旨在提供对亚洲市场的概述和使用信息，正是主要针对那些有一定国际贸易经验、希望专修或重温与亚洲商务相关知识的学生。因此，我们建议学生最好有一定的外贸与国际营销的基础知识。学期是16个月，学习模式为网上远程教育，建议每周的平均学习时间为12个小时。学生可以随时报名。该研究生课程是由英语授课，但学生可以使用汉语或英语来与老师交流做练习。该研究生课程有9个单元：亚洲经济一体化、中国商务、东南亚商务、东盟、东亚和南亚商务、中亚商务、大洋洲和太平洋洲商务，以及亚洲自由贸易协定。最后，学生应该完成一份有关亚洲商务的毕业论文。所有单元都是通过研究实际商业案例的方法来进行讲解。